家好，我是李良，我们今天要来打一盖队。我们是先前往坑的位置，就是要去把那个球丢下去，这是雷之神兽的任务。好，先外面根本没有东西。好，那你去门口就可以看到两位人。他宝珠放在二楼，一盖队宝箱里面也装香蕉，他们真是超爱香蕉的。来，怎么把他打死呢？来是。禁止他！黑豹他！黑豹他！他吹口哨了。好。好。好，我们来到球这边，拿球，球，这里只有三只一盖队可以打，因为一刀就把你砍死了，很难打，对不对？很难打，一刀把你打死。好，前往门的位置，这里好像没有。好，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好，我们的位置，看到了。ミファの祈り、いつでも使えるよ。走进来了。好，要把球丢到坑里面，看我丢。因为一下一堆的大坑就是要用来这个用的。神秘跑出来了。好，进来神庙了。好，跑一下，跑一下。跑完了。好，这个神庙眼力可能要好一点。第一个就是一二二四吧。黄色两颗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再去看紫色的球。我该把它放三个。一二二四，这里其实还有一个
往后推一点。哦，用到这里用了。往后推，又往后推，又往下推。拜拜。